好，咱们接着看第二段的第三句。他说 ，The further off the solid's obstruction, the longer time will elapse for the return of the echo。这句话又稍微有一点点复杂，咱们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固体障碍物距离越远，回声返回所需要的时间就越多。这个是越怎么样就越怎么样，这个句型咱们在第三课说过，在第三册里边也多次讲过。在越怎么样就越怎么的句型里边 ,the 加比较级分别都放在两个分级句首了，那说明前面是从句，后面是主句。前面黄颜色的其实相当于一个条件状语从句，固体障碍物要是越远的话，那么回声返回需要的时间就越长。The longer time will elapse, 注意主句中后面那个 for the return of the echo, 这做什么成分呢？这是做介词短语的后置定语，修饰主语 time。 什么这个 time 什么时间呢？回声返回所需要的这个时间会有越长的时间流逝过去。这为什么先说的谓语动词 will elapse 呢？因为 for the return of the echo 介词短语太长了，所以把修饰 time 的介词短语改变语序放在句末了，先说 will elapsed, will elapse, 这是为了句式平衡改变了语序。那么我们先看前面的从句，固体障碍物要是越远的话，这个 the further off, 这个 off 注意在这相当于 away, 表示离开，距离离开的意思。He lives far away, 有的时候咱们可以写成 he lives far off, 所以这个 off 表示离开，在这不是表示在附近，因为在附近这个 off 应该是介词，而在这是副词。那么固体障碍物越远，但这个从句中怎么没有谓语动词呢？应该是固体障碍物要是越远的话，对吧？后面省掉了一个 be 动词。写全了应该是这样的 ,the further off this solid obstruction is, 这个固体障碍物要是越远的话，为什么这个 be 动词竟然可以被省略呢？大家回顾一下，在马特·亨芬的登山者中，咱们讲过越怎么样就越怎么样这个特殊的句型。其中如果出现 be 动词的话，那么 be 动词是可以被省略的，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例子。丹利老师说了，可以省略不是必须省略，你如果写上一这个 is 是 be 动词完全正确，去掉呢也正确，这个地方是省略的 be 动词了，其实是有谓语动词的哦，只不过被省略了。然后呢 the further off, 这个 further 又必须得说一说，这个 further 表示距离上的远。咱们一看呢，这个作者是一个英联邦国家的背景，英国或者澳洲的背景，为什么呢？因为在北美洲距离的远是不能用 further 的，应该用 farther。 我们知道这个 far 这个 far 它的比较级有两个形式，一个就是后面加 ther 换成 farther， 另外是换成 further， 这个拼写就是 far， 它的比较级有两个。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在美国区别非常明显，在美国表示距离的远近那只能用 farther 这个词，这个 further 只能表示抽象的含义，更深入的更进一步的，是这个意思。而在英联盟国家呢，这个区分就比较模糊了，它这个 further 这个词既可以表示抽象的更深入的更进一步的，也可以表示具体的用尺子能量的更远的，所以这个 further 表示抽象表示具体都行，当然表示具体的时候在英联盟国家当然也可以用 farther。 所以在美国我再说一遍，表示具体的远近用尺能量的用 farther，抽象的更深入的更进一步的量不了的用 further。 在英国呢，那么抽象的可以用 further， 具体的用 further 用 farther 都可以。但是大家记住有一点是一样的，无论是英式还是美式，如果表示抽象的更进一步的，那么只能用 further， 它绝对不能用 farther， 这是没问题的。比如说进一步的发展 further development， 无论英国美国都不能用 farther， 进一步的更深入的调查 further investigation，这无论如何得用 further 这个词。而在英国呢 further 是可以表示具体的，在美国呢这 further 是只能表示抽象，但无论英美表示抽象都只能用 further， 表示具体呢英国两个都行，美国只能用 further 就好了。这个非常讨厌，因为这个英语说英语的国家太多了，是英式英语、美式英语两个主流，甚至还有什么这个澳洲英语、北爱尔兰英语、印度英语，咱们主要把英式美式这个最流行的最重要的把它这个记住就好了，因为考试中这两种是最常见的。主句中就这个回声返回的时间呢就会越长的时间消失掉流失掉。我们说了句末那个 for the return of the echo 介词短语是修饰 time 的，因为它太长了所以改到句末去了。这言下之意就是咱们整个翻一遍啊，
那么这个固体障碍物的距离越远，那么在回程返回时就会越长的时间被消耗掉，也就是会有回程返回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时间和距离是成正比的，距离越远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如果用于表达呢，就是 the time and the distance， 时间和距离 are in proportion， 是成比例的，是成正比的。 be in proportion 叫成比例，这个增加一点，那个跟着增加一点，这个意思。我们知道 the time multiplied by speed and divided by 2 and we get the distance， 就是时间乘以速这个乘以速度再除以二，就等于这个距离了。这是物理学常识。好，看下面一句话，又出现个长句。他说 A sound made by tapping on the hull of a ship will be reflected from the sea bottom, and by measuring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the taps and the recede of the echoes, the depths of the sea at that point can be calculated. 好的，这个句子又比较长，咱先看语法成分吧，好吧。咱们把语法成分看清。A sound， 这是第一句话的这个主语，因为这中间还是 and 连接两个并列句吗？第三行我们看屏幕，这个 and 是并列连词引导两个并列句。第一个句子的主语是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呢？ Made by tapping on the hull of a ship， 黄颜色的是过去分词当后置定语来修饰声音，就通过敲击这个船体所发出的声音，就 tap 轻拍，梆梆梆敲这个船壳发出的声音，怎么样呢？那将能够从海底呢被反射回来， will be reflected， 海底就 sea bottom， 并且 and 引出第二个并列句。第二个并列句前面这个黄颜色的斜体字，整个这个黄颜色这一大堆都是一个方式状语，并且通过丈量测量一下这个时间间隔， time interval 是时间间隔，这个 interval 咱们词库中讲了两件事情之间间隔的时间。后面这个 between the taps and the recede of the echoes， 这是后置定语修饰前面的 interval。咱们在词汇中大家还记得吗？老师讲过 interval 的搭配是 interval between A and B， 本文中也是用的这个，就是这个敲击还有收到回声之间的这个时间间隔，梆梆敲了一下计时开始，一会儿回声反射回来计时结束，测量这个时间间隔怎么样呢？这个海底在这个地点的深度就能够被计算出来了。这个 point 可以表示时间点，也可以表示地点，在这里面明显是地点了，就是这个船停的这个位置，这个海底这个地点的深度就能够被计算出来了。这里面用的是被动，我们说科技文献确实用被动用的多，它没有说我们就能计算出来，说这个东西能够被计算，避免出现人，因为人往往有主观色彩。好，这细节看完了，咱们看里边的一些词法，像刚才那个将能够被反射回来 will be reflected， 我们说了其实就相当于 will come back， will bounce back，这刚才我们说了，在刚刚出现过 come back， 这里换成 be reflected， 这是个替换。通过敲击 how 我们生词中有就船体船壳，通过拍船壳这个发出声音，从海底 sea bottom， sea bottom 就是 sea bed 或者 sea floor， 意思一样，海床啊海地板呢都是海底，意思一样。那么从海底会被反射回来，这是一个声音嘛，声波会反射，并且后面说了，通过测量 marriage 衡量，测量一下时间间隔，什么时间间隔呢？这个敲击和回声的接收之间的时间间隔。大家发现这里边 between 后面连用的是两个名词， the taps 是名词， the receipt 用 receipt 表示 receive 的名词形式，相当文言的。因为我们一般receipt 这个词在生活中多表示收据，是那个发票，买东西给我们那个小票叫 receipt，但用它表示接收这个动作，这个名词是相当文气正式的表达。大家在说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更喜欢这么写 ：Between the tapping and the receiving the echoes， 在刚才那个敲击和接收到回声之间的这个时间间隔，我们更喜欢可能动名词结构吧。Between the tapping and the receiving 嘛 ，receive 的用动名词嘛，但本文中用 receipt。这个名词比 receiving 要正式许多，刚才我们讲了科技英语中更倾向于使用名词这个搭配，在这儿再次看到这个特征了。好，然后后面说呢，通过这个怎么样呢， the steps of the sea， 海洋的深度，哪里海洋深度呢？ at that point， 就这个地点的海洋深度，这个 point 是地点， can be calculated， 能够被计算出来。老师刚才说了，这个地方他没有用 somebody can calculate something，
某个人能计算某个东西，它用的是 something can be calculated， 能够被计算出来。咱们说科技英语中尽量不涉及到具体的人，人一旦出现往往有主观色彩了，所以为了保持客观性更抽象，经常用被动语态。省略人的话经常用被动语态，为什么？人是主语，主语没了，英语中还不能没有主语，只好用宾语当主语。你看在这里前半句出现了声音能够被反射， sound will be reflected， 这后半句出现了深度能够被测量，这个 depth can be calculated， 连用两个被动，被反射被测量，确实在这地方会出现大量的被动。我们在写一些这个学术文章的时候呢，为了突出客观性避免主观色彩，也经常用这个写法，就把人省略，宾语变主语，用被动语态来描述。好，那么刚才谈了一个，就是一个这个生活中常识，在大山旁边墙外喊一声，回声能返回。然后呢，作者把这个讲得更深一步。那么既然利用这个回声能返回，我们甚至用这个东西能测量大海的深度。下面作者更深一步，你看科普文章是逐层深入的，他谈了这个原理的一个应用，能来用它来干嘛呢？ So was born the echo sounding apparatus now in general use in ships。 他说这样一来啊，就诞生了现在在船舶上广泛应用的回声探测仪。你看这产生了这么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设备， apparatus 也能读成 apparatus， 表示机器设备，尤其是精密的仪器，这个设备。大家注意这句话呢，他用了一个倒装，为什么呢？正常语序是这样的， The echo sounding apparatus was born so， 这回声探测仪就是这样来产生的。他为什么用 so 放在句首后面用这个倒装呢？用倒装之后呢，就会避免头重脚轻了，因为这个 The echo sounding apparatus 太长了，所以用倒装之后呢，把它放到句末了，避免头重脚轻了。而且这个避免头重脚轻还有一个好处，为什么呢？刚好把这个回声探测仪跟它后置定语Now, in general using ships, 这是介词短语的后置定语修饰回声探测仪，刚好把这定语跟它修饰的回声探测仪这个名词并到一块了，避免出现头重脚轻，这是一个好句子啊。这个地方用倒装是好句子。好，这是我们第五句话，我们跟老师看到这儿。